下去，切开来 ，yummy yummy， 看得小小便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港式点心不难找，但好吃的就不是随处都有。这家位于新山福林园的景城茶楼，因为人潮真的是多得不得不得了，老板又怕吃货们等太久，所以让大家自己动手，想吃什么拿什么。茶楼的传统手工包充满着古早味，加上新鲜的特色点心，牢牢锁住吃货们的胃。早餐想吃好好吃的包点吗？那就早点起床去排队啦。酿豆腐，哇，然后也有同事有来过，对啊，觉得这家看起来还不错。我们是第一次来，我们要来第一次尝试看看。然后看到人这么多，哇，这家一定是非常好。是啊，好吃啊，对啊。然后看起来价钱好像也蛮合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不错不错。老板娘说我们台湾来的，还有打折，便宜啊。一般上我们都在外面的话来讲啊，吃啊点心啊，在酒楼啊都蛮消费蛮高的，这是平民一般的消费嘛，因为它不会贵，它的食物的话来讲啊，可以吃到好像是酒楼可以吃到的口味，种类多咯，很多新的种类是在外面尝试不到的。